事。如果今天就这么对你善罢甘休，和颜悦色的原谅你，我想对你是坏处。我必须要抽你的筋，扒你的骨。视频中这个被土磊骂哭的女生名叫小佳，那么她究竟做了什么事，竟惹得土磊老是如此愤恨？然后那时候我工资一个月是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，我攒了三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个 iPhone， 我给他送去了。送去之后，他当着我的面把我的手机号就存上了，存了一个在的字。存了一个什么字？一个在，就是是这样的，在这里的在。我是一直拿他当好朋友，然后我觉得我每次有事的时候他都在我身边，我就求了个这么字。当时他这么和我说的时候，我也是心里特别高兴，我感觉在他心里面有一定的位置。对呀、我特别高兴。现在我一冷静下来，我一回想，那个在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，那就是你我需要你你就在我这儿，我不需要的时候你就去一边，根本没有用。眼前说话的这个男人就是小李，其实他跟小霞已经相识5年了，而在这5年的时间里，小李一直都是毫无保留的去满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，但小霞却总是回避自己的感情，而这也让小李慢慢的失去了追求他的动力。但小霞此时却突然回心转意，想要挽回的，甚至还为此找到了节目组。那么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小李为何要如此决绝的离开小霞呢？然而刚一上台，小霞就一脸委屈的质问起了小李。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对我现在这样呢？主持人你知道吗，他以前真的对我特别的好，那个时候我们刚认识，然后我大学刚开学，然后他来给我送东西，送了一大包东西，都是生活用品，什么水壶、毛巾被，什么都有，然后连指甲刀还有那个肥皂盒都有。我看见我觉得特别的感动，觉得他特别细心。现在你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小霞向众人诉说小李曾经对她的好。5年前，小霞在小李工作的楼下打暑假工，看到满头大汗的小李，小霞热情善良地递给他一包纸巾，这一下子打动了小李的心。于是小李主动要了小霞的联系方式，开始频繁地找小霞聊天。当小霞大学要开学时，更是把生活用品等方方面面都帮她打理好了。这样细心的追求者，对于未经世事的女孩来说，简直太有吸引力了。小霞也不例外，她的心里也觉得非常感动。可是现在的小李对她却像是判若两人。小霞试图述说这些往事，来唤醒小李对自己的爱，可是小李却不想再听到这些自己做过的傻事。他想要阻止小霞的讲述，可是小霞却置若罔闻，依然在回忆当初的事情。大一的时候考四级，他就来给我送辅导书，他就是一个高中文凭，没上过大学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问来的，然后就给我送来书，而且送特别全，我觉得特别感动。回忆这些往事时，小霞现在觉得特别感动，可是小李却对此有着别的解释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没上过大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问我周围的朋友都需要什么书，但是我这个学历在打工的话也教不了几个说特别有学历的人，所以说我就把买了一堆的书，各种各样的全给他送去了。然后他和我说，你这买这东西我根本就用不着，以后你别给我买。小李没上过大学，根本不知道小霞的考试要用到什么书，所以他花费半个月的工资将所有可能用到的书都买了。当他兴致勃勃地把书交给小霞时，换来的却是小霞的冷脸，这让小李感到顿时一盆凉水浇到了头上。但是现场的小霞却还在为自己惦记。他打工一个月工资就2000多块钱，我知道他买完那些书之后吃饭又得开始省着，然后我不也是为他着想吗？可能我那个语气然后说的有点着急。小霞在现场把自己说得楚楚可怜，善解人意。既然知道小李为他做了那么多时候，小霞也觉得非常感动。那么这两人为何会没有在一起呢？这让主持人都忍不住好奇询问小霞。那他大概追了多久你成为他的女朋友了？他根本不是我女朋友。不是你女朋友，你们这个他就一直追我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年纪小，然后就不想考虑这些，然后想等着毕业以后，但是等到毕业之后他就不理我了。等于他追了你4年，是这意思？小霞解释的自己年纪小，在大学不想谈恋爱，所以才没有答应小李的追求。可是面对小霞的说法，小李却一脸愤怒地反驳回去。那时候他就一直就是拿我当一个备用的一个替补队员，没有一个苦力。那时候跟我说他要搬宿舍，然后我提前请了一天的假，我从上午开始给他搬，一直搬到晚上了。那是大夏天的，外面蚊子特别多，
搬完之后他居然都没告诉我，自己和他同学出去吃饭去了。其实我在他心里一直一点位置都没有，他把我忘了都。小李出钱又出力，任劳任怨地帮助小霞，可是他却一点都没有把小李放在心上，这让小李感到无比的伤心。而面对小李的控诉，小霞迫不及待地为自己开脱。没有，你也知道那个女生宿舍一般都不让男生进的，他还给我从那个楼搬到这个楼，然后就把东西放楼下，然后我就自己搬上去，然后搬上去之后我就在屋里一直收拾，我以为他搬完就走了呢。然后小李累死累活的搬了一天，搬完最后天都黑了，可是小霞却连一句问候都没有，直接抛下他跟别人吃饭去了，还在这里自以为是的狡辩，想要挽回小李，这让小李也忍不住脾气跟他争论起来了。你之前你就是根本都没在乎过我，那时候他就经常和我说他朋友们用的手机多么多么好啊，他的手机就多么落伍，感觉特别有面子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工资一个月是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，我攒了3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个 iPhone， 我给他送去了，送去之后他当着我的面把我的手机号就存上了，存了一个在的字。存了一个什么字？一个在，就是是这样的，在这里的在。我是一直拿他当好朋友，然后我觉得我每次有事的时候他都在我身边，我就存了个这么字。当时他这么和我说的时候，我也是心里特别高兴，我感觉在他心里面有一定的位置。对呀我特别高兴。现在我一冷静下来，我一回想那个在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，那就是你我需要你你就在我这儿，我不需要的时候你就去一边，根本没有用。小霞的行为简直是明摆着把小李当备胎呀，也就是当时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小李才会没有察觉。涂磊老师已经看穿了小霞的套路，一脸的了。然而现在反应过来的小李也终于明白自己是被小霞骗了，他大声质问小霞，那个时候我追你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我都说了吗，家里不让我谈恋爱，到现在你还不说真话是吗？你还在欺骗我，还说你家里不让你谈恋爱。是，你怎么到这儿你还不说实话呢？那我问你，大学4年你真没谈恋爱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面对小李的质问，小霞一脸底气不足，弱弱的否认。当初小霞以大学不愿意谈恋爱为由拒绝小李，于是在小霞上大学的4年里，小李从来不敢主动向小霞表白，一直在她身边默默守护。眼看着小霞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小李终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，他准备向小霞表白了。等到大四快毕业那年，我鼓足勇气，用了我半个月的工资，我订了一个咖啡馆，我又买了花，又买一瓶红酒。我跟他表白之后，他说你以后别再说这种话，咱俩根本就不可能。如果说你再这样，咱俩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当小李准备好了浪漫的表白仪式后，得到的却是小霞无情的拒绝，这让小李心里感到无比的难受。可是他依然不愿意放弃这个他已经守护4年的姑娘，所以回到家以后，他像往常一样给小霞发消息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给他打电话也停机了。小霞仿佛从自己的世界消失了一样，这让小李心里非常着急，所以他急忙冲到小霞的学校去找她，可是却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。那天我去学校，我就想找她嘛，我想把这些话都问清楚。学校之后，他的室友看见我了，但是我没看见他，他过来主动就跟我打招呼，他说：“哎，表哥。”我当时我就愣了，我说搁哪儿论那表哥呀，我不知道。不是主持人，然后他不说吗？他说你不是那小霞的表哥吗？我室友一直问我他是你男朋友吗，为什么一直给你送这个送那个，我就没法解释，我就跟他们说那是我表哥，然后给我送。小李的话让在场众人都忍俊不禁，他也没想到自己追求了4年的姑娘在外人眼里竟然是自己的表妹。小霞还在一旁狡辩的自己是没有办法才这样说的，可是根本没有人相信他的话。而小李在知道小霞给自己安排的身份后，也没有立即拆穿他，甚至向小霞的室友打听起小霞的情况。我就借着表哥这个身份，我就打听一下是吧，我小霞最近过得怎么样，跟她男朋友好不好啊。说嗨，小霞那人你还不知道吗，几天就换一个男朋友。我当时我听完之后，那个时候我都不能说特别相信，就是我不能无法肯定这件事情是真的。对我还是可以说的，还是在自欺欺人，还在欺骗我自己。我还是感觉是不是这个他这个室友，我跟他关系不太好，在诋毁他呀。从小霞的室友处得知了这样的消息，让小李简直感觉到晴天霹雳，但是他却依然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，甚至怀疑起这个室友和小霞关系不好，他不相信小霞会这样对他，
可是后面发生的事却让他不得不承认，小霞就是在欺骗他的感情。那有一次我在上班，突然过来一个男的，上来就打我一拳，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，以后你不要再骚扰小霞。不是那个人，我就不明白，那个人是他一直追我来的。然后我打电话，我问他，我说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他说那男人一直骚扰我，一直追我，他变态。对，然后我就说我有男朋友，你是我男朋友。我没想到他过去打你，当时我还感觉我心里特别美，我感觉哎，我还能保护他哈。现在我一想，人家凭什么平白无故去打你？当时我还根本就想不过他说什么，我信什么。小李现在想想，上次平白无故打自己的人，很有可能就是小霞的男朋友。可是当时的他，竟然还傻乎乎地相信了小霞的谎话，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保护了小霞，被人无缘无故打了，还被人骗得不知道挨打原因。可小霞还在现场矢口否认自己有男朋友。看到小霞如此嘴硬，紧接着小李又说出了另一件令他怀疑的事情。这是五一的时候，我上班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我一接他就哭了，他说我在外面和朋友出来旅游，我朋友自己走了啊，我回不去，有事没有钱。我当时我着急，我心里特别着急，我直接请假，我就坐飞机就过去了。过去之后他抱着我就哭，他说啊，要是有你这样的男朋友那太幸福了、当时我心里我特别高兴，我以为我就是他男朋友了呢、其实根本就不是。那你问这事儿干嘛呀、现在我一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他怎么能是朋友旅游？要是好朋友旅游怎么可能一分钱不给他留自己走了，肯定是什么有什么关系吵架了，一气之下走了人家。这些话你怎么解释啊？说呀说呀，也为小霞的一句话，小李可以抛下工作不辞辛劳的去找他。为了小霞，小李可以说是随叫随到，可是小霞却把他当成一个备胎。现在回想起自己为小霞做的事情，小李感到格外的不值。他在现场大声向小霞逼问，面对如此生气的小李，小霞终于不再嘴硬了。我现在真的特别后悔我以前做的那些事儿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承认那个是我男朋友。你不是说你大学没交过男朋友？我就是想你现在才承认我在你心中永远是那个特别美好的。面对这些自己做过的事情，小霞低下头向小李道歉。看到这样低声下气的小霞，小李也心软，他终于不再一脸愤怒地质问小霞了。可是小霞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，却把他的心都伤透了。对于小霞是什么样的人，其实他的哥们早就给他预警过了，可是他当初却不愿意相信。这又是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小李的哥们为何会知道小霞的为人呢？我哥们就说他能试探出来他是什么女人，他申请个 QQ 号加他 QQ， 我就在旁边坐着，我就我朋友把那个空间里面传一些房豪车豪房那些图片，然后跟他去聊天，他居然当时就加上了，而且聊得特别开心。我一看和我们认识的这段时间态度都不一样，我朋友一说有车有房他就有倒贴那种感觉。最后我朋友说咱们约出来吃个饭吧，他同意了，而且把住址告诉我朋友说你过来开车过来接我。但是我没去啊，就是开个玩笑。我朋友没去。小李的话让在场的众人感到又心酸又搞笑，小霞的为人确实不值得小李这么多年的付出，所以他在看清小霞的真面目后也不愿意再跟着小霞身后跑了，他转身离开了小霞，而小霞却又缠上了小李。毕业这一年我天天都在想你，每天给你打电话发短信你就是不理我，后来我是给你 QQ 留言跟你约出来见面，我知道你肯定会来的，结果你就是来了，你还是放不下我对吗？我知道我有希望的是吗？我现在真的改了。小霞可怜巴巴地向小李道歉，希望能够挽回小李，可是小李似乎被他伤透了心，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都白费了。面对两人的僵持，主持人主动打破场面询问起小贾：你是在大学毕业之后突然就发现他是个好小伙了是吗？是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才发现真的没有人再对我这么好、而且是这么无私的奉献啊，都是有目的的，我希望他能回来，然后像以前那样对我，然后我也会像以前你对我那样对你。毕业之后小霞终于明白了小李的好，所以她用尽一切手段来讨好小李，可是面对这样的小霞，小李却不愿意再相信了，他直接反驳小霞：现在你是身边没有人宠着你了吧？你是不是又缺少像我这么一个是就是无时无刻随叫随到的人？
就从咱俩再联系再见面这段时间，我的改变难道你看不到吗？你给我生日，我亲手给你做蛋糕。我以前可能连你生日是什么时候都不知道。是你最近变化是挺大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。现在面对小霞的挽留，小李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。他被骗得太深，已经心有余悸，无法再辨别小霞的话了。那么面对这两人的问题，涂磊老师又有什么看法呢？当你在要求别人原谅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反问你一句，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知道一个高中生的男生在校外痴痴的等待你，等待了一晚上，你搬着东西在上面一直收拾东西不管别人？你怎么可以拿着别人三个月的工资给你买的 iPhone， 你只存下他的名字是一个赞？你怎么可以？我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谴责你，我想告诉你姑娘，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分不清楚谁是真正爱你的人。你现在痛哭流泪，说明你内心有了触动。如果今天就这么对你善罢甘休，和颜悦色的原谅，我想对你是坏处。我必须要抽你的筋，扒你的骨，才能让你知道将来好好的珍惜这段爱，真正爱你的人。涂磊老师的话字字珠玑，说出了在场众人的心声，也让小霞羞愧的痛哭流涕。面对小李毫不保留的付出，当初他是那样的肆意践踏，毫不珍惜，现在经历了社会的挫折打击后，他终于明白了谁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人。可是面对小霞的后悔和乞求，小李还会原谅这个曾经欺骗他的人吗？你最近的改变我也是看到了，所以说今天到这里来，就是想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，把这些话跟你说一说。你确实变化很大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。你愿意接受我对吗？你一定要接受我。看到小霞在台上哭得那么伤心，小李最终还是心软了，转身留了下来，在舞台中央抱住了泣不成声的小霞，希望她不后悔自己的选择，也希望女生以后能够珍惜身边人。感谢您的观看哦，亲。